六福喎，係喎，佢話六福嚟嘅喎，係啊，哎，啊，喺動物喎，喺邊度嚟啊？呢度喺邊度啊？你話？六福村啊，紀念啊，六福村，紀念，六福村，喺六福嗰度。咁啊，睇下呢度咧，沿條路咁行去嘅，嚇，係啦。有一個就好似動物咁嘅形狀。好多人啊！啊，唔知係放假咧，咁鬼多人嘅。好多人啊，同埋呢有个噴水池啦，又好大嘅呢个公园都啊。呢度，诶，你只只马骝喺度食嘢。瞓喺度啲嚟喎，嗰陣時佢都講咩話？呢只成日行嚟行去，玩死！佢玩啊！你把路子。哦，来了来了来了，来假的来，这样子下去看看。这些比较蠢喽，看比较厉害，那个猴子比较厉害，还是那个假老虎比较厉害？第几个就？假老虎比较厉害还是假猴子比较厉害？假的，我走，假的我会走路。人扮的啊，人扮的啊，你们听过个那个笑话？我去给谁？我叫上那个。以前人運動多喎，我依啲攞喺度撞，咪做咗條藤咁樣型啊，係嘛？我家住大灣區，依家依家要打算依家。係嘅，日日咁樣。而家咧，我哋坐住嗰啲火車啊，坐呢火車先嚟火車。我唔得嘢先。河馬沉咗落水度。河馬。哎，上嚟啦，快啲啦，河马！现在澳洲整体活动已经通过第一道闸门了，那么闸门以外的地方，大家手机呢可以看到，这只正在休息的狗，颜色呢是黑色的哈，它脖子身上颜色分为有黑色跟黑色的。那其实呢是这样分辨它们口部的特征的。飞鸟先生呢就在我们的右手边的文章旁边，可以看到有黑色羽毛粉色嘴巴的这只中东飞鸟先生。那么托塔小姐呢就是旁边那只灰色羽毛灰色嘴巴的呢就叫做鸵鸟小姐。鸵鸟呢一天生下来啊就是一双修长的细腿，所以走起路来呢就是给双眼妈狗喽。哎呀，嗰度有鸵，有个鸵鸟啊，火鸡定鸵鸟啊？那我们慢慢的接近下午哦，所以我们的动物朋友们呢，几乎都准时休息了。所以大家睁开你美丽的双眼，仔细找一下，看看我们动物朋友们都在哪里休息。那么在这段路程呢，会有一些闪现啊，所以注意你的眼睛呢，不要紧张，我会非常的难过。那你的帽子呢，会随着物体难度不断的削弱呢，也被我们的动物朋友们下去看一个难度。接着在火车的左手边，在我们左手边可以看到白色的巨大鸟类，它的名字呢叫做鹈鹕。那么鹈鹕往下它可以伸缩进入这个每升2公升的水，那我们的鹈鹕呢每天要吃上2公斤的沙丁鱼才会感觉到饱足感哦。至于六福村的鹈鹕呢，它们每天吃东西都不爱运动，所以都过长了。那么这样子呢是背不起来的，如果顺利减肥成功的话，飞行速度呢每小时可以达到70公里。闻犀牛嚟系咪啊？啲犀牛好臭啊！
在我们的右手边，这个是我们的酸牛臭啊，还是牛臭在我们的左方这边看到的，酸牛臭的这叫做螃蟹，并且啊阿水小姐姐刚好是40岁，好臭啊，才刚刚我们白犀牛宝宝要在6岁以前才离开母亲的身体，然后因为白犀牛呢，他们身体啊其实一点都不白，整体来说是比较肥厚的，所以加上它的嘴巴呢是呈现港式的，然后对白犀牛呢也可以用。今天我们白犀牛的家里面好像有房客，就是我们的朋友猪喽。注意看一下体型较娇小的呢，这叫做南欧野羊。至于南欧野羊呢，它们头上的角是空的，有长角哈，母的头上是没有长角的咯。它们个性呢是属于更萌芽型的，所以只需要吃一点点草就可以度过那些危险时期。那体型较大的呢，这叫做北非懒羊。那么北非羊头上的角很粗大，所以叫做大角羊哦。大角羊呢非常的实。喂，快啲嚟睇。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应该是看不到动物哈。这些动物挺大只，然后呢，吃的就是非洲的羚羊。它们呢非常的坚固，所以请大家不用害怕，或者是老虎。不害怕。不害怕到啊，我害怕。不吓我，老虎呢度。我走咩？你觉得像不像斗牛啊？其实瞧一瞧我们的斑马呢，它们的条纹非常有规律哦，从它的鼻子至它的肚子是从中垂直长的。我对了，这个是你的这个是我喺树上边都有啊，我都开下屏嚟啦，好大只。现在大家可以准备好飞机，大家收拾好用线，你们都可以收听。然后，我收到左手。Hello， 好似领养，领养啊，我谂系。诶 ，Hello， 养咩咁啊？好近距離啊，好靚啊！而家呢度睇啊 ，Flamingo 啊，好多啊，係啊。係啊，走咗啦。你做乜只馬騮嚟嘅？係馬騮，好靚啊！係馬騮嚟嘅。哎，快啲嚟！哎冬季有穴居冬眠的习惯，而且有善于爬树哦。孟加拉虎的一个变种，颜色是单纯的白色，目前全世界数量不到500只，极为罕见。游客们待会儿会藏在树下，我们将要进入飞鸟区，有上百只的黄飞飞在这里生活。黄飞飞主要居住在南非的大湖端，喜欢长期的静止生活，吃会高。所以必须有几只贝贝站在较高的地方警戒，防止肉食动物的攻击。当受到外界威胁攻击的时候，贝贝群们将一拥而上，群起攻击。
仔细观察贝贝们的活动，贝贝每天看过狮子王卡通吗？最后我们要看的就是和卡通一样有万兽之王称号的非洲狮子。它们和单独行动的孟加拉老虎不同，是属于猫科中唯一有家族性而且是群居的动物。单恋公与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鬃毛。成年后的公狮子从头部到胸前有漂亮的鬃毛，而母狮子没有。它们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休息中度过，只有在肚子饿的时候它才会猎食。我几得意，系好靓。哎，一百，哎，等走啊，面又靓咗啦。Hello，Hello，Hello。嗯 ，Hello，Hello。喂，过嚟。嘘，听唔到。我是隔咗音嘛，我谂呢个窿啊。瞓觉啊。哎，啲朋友冇企到。我呢个服务。几多 friend 嘛？睇唔到啊，我冇眼嘅。你睇几多 friend 我去睇下。就仲有就係呢個浪海欣娜啦，喂，睇下嚟呢度坐住咁多天輪，番薯仔，睇下嚟呢度，睇下自己咧又，我睇唔到我自己嘅，誒睇下下邊，係坐住咁多天輪下邊，上緊，好好睇建築物嘅，係啊，好啊，嗰啲呢種高級都冇咩睇，香港仲係靚啊。香港真係靚啊！香港越靚，香港冇呢啲咁高嘅摩天輪，係咪啊？冇整摩天輪喺度，喺度覆水，喺度流覆水啊！嗱，快啲，睇多啲輪啦，驚唔驚啊？嚇，唔驚，驚，驚啊！驚咩啫？驚你唔好睇下邊啊，唔驚啊！你睇下邊就驚，咁樣睇咧就唔驚。都你哋㗎啦嚇。影緊你哋嗱，起身嗱嗱，嚇嚇，俾隻手先。英國有冇呢啲噶？有摩天輪？有最出名啊！定係嗰個部嗰度跟住排倫敦挨咯。排隊呢個點啊？點差佢？咩啊？都唔俾我哋落雨唔俾我哋。你咩新加坡定住邊間咩差佢？佢話又唔俾我哋坐啊嘛，話落停啊嘛，停。我都冇去過。你飲包？我去過包完包兩蚊都算。咁貴嘅啲飛都平咗啊，冇都。又唔退錢㗎嘛？點解唔使咧？你下一個邊個行李嘅低？總中正幾年？一蚊石頭就當時咧，將價成1974年冇死嘅，呢個記錄建於1984年嘅四年去㗎。哦，即係數一數都唔知㗎喎。咁好啦，曾經改過名。
生四條會俾你行曬。我唔係唔得喎。嗰啲四條係有問題啦。而家中國地方好多外勞啦，呢個包埋外勞嘅，唔同嘅。嗰個台灣呢個咩咯？都有問題。叫做椰林恩温泉，我哋冇去到浸温泉，所以就影翻一啲录影一啲嘢翻嚟啦。都几今日环境都几靓，不过有一阵硫磺味嘅。你睇下阿姨啊、阿师啦，佢哋坐喺度啦，我哋去录影。我哋有十二人咧，之中咧有十个人去咗温泉。有十二個冇去呢度咧，就係正門嚟嘅正門，咁啊就好多人都去咗温泉，但係我哋就冇去咗啦。所以咧喺度錄影啦，因為環境唔錯㗎，好幽靜嘅，有少少流水，有噴水池嚇。呢間叫椰林温泉啊！我哋呢間温泉，呢度都環境唔錯，啊，呢度椰林，直咁樣上啦。如果兩邊有啲茶室嘅，啊咁啊，有山啊咁樣，唔錯。我們在這裡帶你了現在Jelly看著你我們什麼眼鏡經常都真的急、哎、有戴眼鏡有沒有眼鏡有今次有了每次都沒有眼鏡拍照片經過了錄反而錄反而沒有驚嗰啲感覺喎，反而睇嗰啲樓啊嗰啲咧，就覺得有啊。我睇呢啲驚，你睇我啦。你驚啊？啊，流口水。唔驚啊，我驚唔驚？我驚。唔驚咁多啊！係啊，驚得咁多呵。有一個站。飲水就驚啊！你叫佢冇開。咩啊？
我咁樣落嗰陣影順係啊，好啲好啲。啊，呢個貓空站啊嗱，有啲人種鵝種雞。嚇！咪養雞，仲養鵝，養雞，啊！誒，好多好多鴨啊，養咗啲鴨啊，下邊養咗鴨，養咗成，啊！誒雞，嚇免費奉茶啊！送完就叫你買啦，買啦買啦，你有病啊！影下啲花先。佢叫你抌嘅喎，誒點解唔得嘅？抌啊，咁你攞去同佢寄啦。佢俾個袋我哋寄啦，係咩？係我，好似我哋買咗，就諗住誒買少啲啦，點知食埋咯，差唔多。買我仲有喎。你慢慢食啦，第日我咪去買，得邊個去先嘅？達人啊！你食得少嘛？我哋。而家搭貓空纜車走啦嚇，回程啦，我翻去睇下，你冇得嚟，佢睇到嘅佢，佢話阿芬話，一個貓空纜車喺歐樂叫我搭嘅。咩叫我返落去？跌咗嗱，兩幅水睇到我兩幅水啦。睇我嘢冇眼啊，笑到見眼唔見眼啊！驚眼唔驚眼？唔使。嘿嘿，嗯，系啊，你真系嘿啊你，系咪？哎呀，你咧嗰阵时影我，咁咪系嘿嘛？边句咧嘿啫好？嗯，佢叫我嘿嘿，唔想听人哋讲，我又佢未影啊嘛，咁佢影咗。哎，我真系唔出手，发完癫咗，好多西人嚟嘅喎，有。咁佢話輕嘛？係啊，嚟啊！呢只輕輕啊！係啊，人哋輕輕佢影埋啦。就影咁，呢個正經啲嘅。咦？笑下先，擘大隻眼，笑下。咦？哎呀，唔得啊！再影咁，擘大隻眼笑下。咦？哎呀，又影曬。咁得意啊？咁得意啊？係啊，佢。但係點解而家上嚟啊？咁少得兩個人可以搭嘅，冇人啊嘛，多人嘅時間。誒，真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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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呢個最正經啦，最正經嚟啦，係嘛？林福水嚇，林福水，林福水，啊哈！擘大隻眼，呢隻眼最大啊！你睇你隻眼幾大？係我咧用到咧。係話花咗塊面啊！呢度鏡頭，佢用呢型啊嘛我，